杨紫搞笑天赋到底有多强？当魔术师让他帮忙拿扑克牌时，我们将卡片呢展开来，伸出您的右手，好，把它卡住就好了。好的，好，别动哦，小心。不知道网络用语的杨紫语出惊人，这个我是真不知道。实话实说 ，U E S E 是吗？你是一？不是。对于说英文，杨紫是认真的。遇到时就是 ，Where to Where to sleep 。和外国人交流也有他自己的一套。You have cucumber, cucumber, green, long, anana, cucumber。节目中被问谁家有秃头时，我家没有秃的。我们家没有谢谢。我家也没有秃头哎。我们家也没有秃头的，谁家有啊？翻唱小邋遢，笑翻众人。小邋遢，新家的邋遢。大王就是他，人家的小邋遢，小邋遢，见家的邋遢，邋遢大王就是他，妹妹喜欢他。我要有一面小邋遢的苗，邋遢大王成不邋遢，我们喜欢他。用秒变唱跳型选手，啊哥，上头了啊，天上星星他北斗啊，嘿，嘿，看北斗啊，真够用力的。我家不平一声吼啊，该出手时就出手啊，破罐破破闯九州啊，哎，闯九州，哎呀呀，嘿，你这特别像在遛狗，我感觉。接着表演赵薇模仿秀，他说不当驸马哦，不当就不当，他生气有生气，咱就生气，他是这样，我然后跳到床上。然后倒在了床上，然后怎么这么生气？